你知道吗？有一部动作片《至尊无上二之勇霸天下》，让杜琪峰导演、王杰、刘德华、吴倩莲、陈法蓉等大咖联袂主演，绝对精彩。老赖影院在线观看 GXXYCC 这部电影是《至尊无上》的续集，依然以赌字为主线。不过这次的故事不再只是单纯的赌局，还有兄弟恩怨情仇，全片色彩浓郁，人物特点鲜明，动作场面火爆，有浓厚的浪漫效果，故事简洁明了，演员们也演得各有特色，绝对是一部上乘之作。故事讲述了一个传说，杜深在退出江湖时曾受过两个人的恩惠，于是留下金牌作为记号，只要谁能拥有金牌，杜深就会出手相助，帮助他在赌界实现必胜梦想。至今为止，一面金牌已经回到了赌神手中，而另一面则传说在范老大手中。范老大和他的三个徒弟汤米、裘杰、基义于8年前与仇家对赌，结果被汤米出卖，裘杰入狱，范老大和基义幸免于难，但范老大变成了半身不遂。他们和基义的女友妹丁靠经营一艘赌艇为生，相反汤米却发迹成为一艘大赌船的主人。范老大希望报仇，但他知道基义能力有限，所以希望有天下第一快手之称的徒弟裘杰出狱。裘杰出狱后，范老大一心希望他能打败汤米，但裘杰已经对江湖不再留恋，只希望和女儿欣欣过平静的生活，无意再战江湖。汤米始终认为裘杰对他有很大威胁，于是挟持了欣欣，但裘杰为了保护女儿，甚至斩下了自己的右手隐名退役。这部电影充满了悬念和情感冲突，让人热血沸腾，你们是不是也想去看看呢？快到评论区留言分享你们的想法吧。